这边那么多的这个拉面店，为什么选择来这边用餐？因为我看网上部落客都推荐这间。好，这边方便问一下你的学历哦。我国中毕业而已。哦，国中毕业，国中毕业来吃我们的面可能会比较辛苦哦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？我把头发拨中分，就会像金正恩。哦，真的吗？来表演一下。小姐，你觉得像吗？很像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坐，放轻松一点。哦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是。当一般聊天就好。正式开始。好，可以。好，第一题哈，我们这边那么多的这个拉面店，为什么选择来这边用餐？因为我看网上部落客都推荐这间。好，这边方便问一下你的学历哦。我国中毕业而已。哦，国中毕业，国中毕业来吃我们的面可能会比较辛苦哦。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就跟其他的客人多学了。好，快就熟能生巧了。是好好，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专长？我把头发拨中分，就会像金正恩。哦，真的吗？来表演一下，像吗？我觉得蛮像。小姐，你觉得像吗？很像吗？蛮像啊，蛮像金正恩的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弄回来就变哈笑脸了，有没有？哎，哈笑脸倒是蛮像的。OK 哈。不要嬉皮笑脸啊！是。那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用餐？我马上，马上可以用餐。可以，对。好，那你对我们的产品有没有一个理想的价格？我希望50块以内。50块，这个有点牵强啊。我尽量帮你跟公司争取，是，好不好？我尽力而为。好，那一个礼拜来15天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那明天早上9点你准时来这边用餐，哦，不要迟到哦。迟到的话只剩半碗面哦。啊，那如果我找到有没有可以 double？ 哦，没有。那我先，不是我通知，不是。不好意思，那你久等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你要吃什么？鸡白汤。你看化妆了吗？有。你有什么特长吗？哦，我的口技不错，我的舌头蛮灵活的。好，对啊，怎么说呢？我可以用我的舌卷舌，然后我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。好，那直接准备好就开始。好，那我开始喽。好。那有没有其他的特长？哦，我还可以再发出令人不安的声音。哦，好，准备好就开始。好。啊，这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中间有一些微妙变化，可能也没有发现。老板，还有别的声音，请问你要？哦，不要，有没有跟声音无关的才艺？有，我可以一碗七次。啊，一碗七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碗面吃七次。吃完哦，这谁不行？很多人啊，像他，等一下可能一碗就直接吃完。哦，大部分人都是的。好，那你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用餐？看老板您方便。哦，我这边随时都可以跑。哦，真的吗？好。对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剪一下发票。哦，是。那你为什么想要来我们这边吃面？因为听说这边的下面很好吃。是。然后你们的印度刚好是我喜欢的。哦，那像别人都是吃软不吃硬，像我都是从软吃到硬。非常好，我们就是需要你这种喜欢吃硬的客人。谢谢老板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了，给你本公司。好，那坐好，合作愉快。谢谢老板。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嗯。好。有做好来这边吃面的这个准备跟打算吗？有啊，有会进来。有。那有没有看过油条兄弟？有看过，是有在，有是知道我们在，知道。哦，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拍实习生。有。你讲什么特长？我要唱歌啊。唱歌哟，阿伯你小表演一下。忠孝东路走九遍。哎，唱了袂歹，唱了袂歹。你敢搁要看跳舞？你想跳舞就随随表演拿来。我袂晓。啊，袂晓怎讲？即下你敢对咱的产品敢有啥物款的要求？卖家乡嘛，我食槟榔。哦，这点有较勉强嘞，我尽量帮你甲公司争取好无？好啦，拜托，这一定啊。系啊，因为系啊，这稍微为难人，我你等下等通知啊。好。好。爱记个啦，卖家乡嘛。我尽量啦。我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你今天想吃什么？韩式泡菜跟蛤蜊。好，马上来。